伊上无拍够，吼、哦，伊个唔是拍够，伊上无路用啦，唔是我咧讲啦。越讲火气越大，因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批评柯文哲闪躲辩论是泼猴耍赖，让柯妈生气了。姚文智交柯文祥合文较悬。什么你讲什么？伊咧闪躲民进党经济较牛的人出来，较聪明的人、较财经的人出来，那就你惊谁出来算？火力全开，柯妈护子心切，加入战局，但市长之争怎么是家长来开炮？姚文智如果没有几两重，那辩论派你就把我就赶快来辩论，那把姚文智这个踩在脚底下就好了。祝柯妈妈重阳节快乐！政治人物是自己的言行要自己负责。反拖到家人，暗酸柯文哲让妈妈卷入选举不负责任，还不来辩论。但柯文哲似乎借力使力。我妈妈通常比我还不会失言的人呢，我看过讲话比我还厉害，就我妈妈。妈妈不会失言，难道骂得好？双方战场从辩论延烧到行动竞选总部。柯文哲货车改装的行动竞总周三亮相，周六开幕，但这点子姚文智说是抄袭。就有人跟在后面哈，就。在后面抄袭就对了啦。左侧、后侧都是看板，右侧是大荧幕。姚文智这台竞选车从10月3号开始就在台北街头啪啪造，是谁抄谁还是凑巧？双方隔空互呛，还出动柯妈，不如面对面一较高下。三立新闻拍摄方博峰、叶庭、庄慧琪台报道。